当官儿一通宵几乎没睡，为什么没睡？就为了等这一下。接官儿啊，接官儿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想邀请他过去到这儿听一下？是不是？咱在这地方可舒服了啊！现在咱们的局势可也咱们很紧张，人家说我们想听听话是吧？服务员，我来劝你了，天下之我，需要你愿意吗？红红的地毯上挂的红颜，啊，崔老师拍照了没有？没拍照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祝福声不断，窗外的人绽放了笑脸，与你手牵缠缠绵绵，是最美的诗篇，相拥的一刻，泪水模糊了眼。好了，把这个书包慢慢拿走，现在慢慢。与你手牵缠缠绵绵，是最美的诗篇。相拥的一刻，泪水模糊了眼。未来，我盼了多少天，等了多少年，让我许下婚礼誓言。Yeah.